你怎么睡我床上了？什么叫我睡你床上？这是我的床。哪里写的你的床？我前两天叫你跟我换房间睡，你不肯。啊，你现在倒好，我换了这个毛茸茸的，然后里面是羽绒被，你倒好，现在就来抢现成的是吧？才不是呢，是我儿子叫我睡这里的，他要跟我一起睡。啊、哦，你的借口挺好的嘛。什么叫借口？你问浩浩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妈妈不要让爸爸走，我想跟爸爸一起睡。那我呢？那我们就三个一起睡。我才不要跟他睡呢。那你去一个人去睡那边吧，啊。不得了了嘛啊！现在在我的床啊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？当初是怎么看上我的？眼瞎啦！我就这样乱找找了你了。那你也运气超好的，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公。嗯，你真好，真不要脸！我发现你，我哪里不要脸了啊、我哪里不好了？哪里好啊？啊，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看上你的吗？啊？你怎么看上我的？嘿嘿，你没看到我眼睛小啊，又戴副眼镜。嗯，是我看你自由朦胧的美。其实吧，你根本就不符合我找对象的要求。我喜欢瘦的，还喜欢高的。我原先也瘦的，我还不高啊，1.8米。你要找多高的？你1.8米？对啊。我正好找1.8米，但是你是1.78米，好吧？差2厘米。差2厘米，穿鞋不都1.81米了？对。啊。2厘米，你要面对现实啊！你不是1.80米。我1.8米是赤脚身高啊，赤脚就是讲赤脚身高嘛。那你讲啊，还有什么瘦？你以前什么时候瘦过的？跟你相亲的时候啊。你不是越来越胖，越来越胖吗？瘦过，我还没见过你瘦的样子。那你给我下巴打几分啊？你啊，你最多得了负分。那你给我打几分呢？我啊，我不戴眼镜眯着眼100分，这么高？对，戴上眼镜眯着眼80分，戴着眼镜睁开眼的话60分，那也还行啊，我至少及格。我对自己要求不高，因为我都是实话实说的嘛，不像你还负分。好了，都占了我这床了，赶紧走吧，我要睡觉了。跟你说了不走。不行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要来我床上。你拉得动你拉好了。拉得动。那你拉吧。你这么赖皮的呀。人家那这样背着我，我拿走。你不要干。拿走吧。不跟你玩了，真是一点都不好玩。都几岁了？我睡觉了。